身为女性却干了一辈子铁匠。锤子就是我们的电，一锤就要把那个势力打倒。从小就厌恶铁画，却成了这个行当的顶尖大师。一生都在驯服顽铁，而年轻时的他也曾像一块顽铁，他就是楚金霞。春天，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油菜花一如既往地盛开了，江面上花香弥漫。远处的新建筑是芜湖市博物馆，这座文化殿堂将在数月之后向公众开放，在那里人们将会看到芜湖2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包括绝无仅有的芜湖铁画。铁画是一种用金属铁锻打成线条或块面并焊接成图画的工艺品，它始于康熙年间，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当年，一个名叫汤天池的铁匠从国画中找到灵感，开创了芜湖铁画这门独特的艺术。这就是铁画鼻祖汤天池的书法铁画作品。他只选用了一根铁条便一气呵成，连笔画的顺序都清晰可见。除了书法作品，铁画更多的是以山水、花鸟、鱼虫为主要表现内容。传统的铁画保留着锻打后金属铁所呈现的本色，与国画和书法中的墨色极为接近。现代铁画偶尔着以彩色，但大多数时候仍是黑色，并搭配白色的画框背景，与国画和书法一样，延续着中国人黑白相守的审美传统。楚金霞要为芜湖市博物馆的铁画展厅复制一幅50多年前的铁画巨作《眉山水库》。在家乡建立博物馆曾是他作为人大代表的提案，而复制《眉山水库》将是楚金霞作为女儿向他曾经怨恨过又深爱着的父亲一次深深的致敬。因为第一版《眉山水库》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楚延庆。如果说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客松是楚延庆最著名的铁画，那么眉山水库则是代表他最高水平的作品。楚延庆是现代铁画创始人，1951年他创作出新中国的第一幅铁画《白蛇传》。当时楚金霞只有5岁，这也是他生平首次接触到芜湖铁画。那个雷峰塔上面，那个山上还有那个楼台亭阁，那个小铃铛呢，全是立体的。哎，我讲，哎，这挺好玩的，小铃铛啊，那响，我拿了它，我父亲们一个挂里挂的，我说这也是你玩的。后来我吓死了，我赶上我把它一甩，我跑掉了。
制作铁画不同于其他以钢铁为材料的工业生产，相比而言，铁画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微乎其微。楚金霞只需要去工厂淘红一些边角料就可以满足。楚丽文是楚金霞的女儿，也是她的弟子。他这还有七个，还有七个。从外公楚延庆算起，铁画的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这太厚了，哎呦，这个厚的干的火的不热的。这个好像，这往里面很杠的。这有干，就是银丝往里面像很杠的。这你过来，光纤，今年光纤不热，这是大动工。不是干，不是干，就是铁。杠它底部弯了。干按弯，按动作弯的。年轻时的楚金霞像钢铁一样倔强，那个时候她也像大多数的女孩一样喜欢唱歌跳舞，算是一名文艺女青年。那时候黄梅戏校来招生，我就想去考嘛，因为那时候考要户口啊，对不对？那我要拿户口啊，没户口，户口后来我父亲知道了，我去不成了。当时我是恨死了，我要早晓得我不去考戏校就好，再读书就好了。不行呐，没有回头箭呐。楚金霞不仅厌恶铁画，从此对父亲也产生了怨恨，因为他的明星梦是被父亲彻底打碎的。制作铁画的第一步是对照书画原作临摹成画稿，铁画的制作必须严格按照画稿中的块面和线条对铁材料进行裁剪锻打，因此纸质画稿是铁画制作的前提和基础。当铁画作品完成之后，通常不再保留画稿，而这一次楚丽文早早的就尝试打一些样品，他主要想试一试刚刚买回来的铁材料。楚丽文发现现有的材料只能打一些细的线条，由于眉山水库是巨幅铁画，涉及到松树主干岩石那样的大块面，所以这些体积较小的铁材料已经无法满足新的要求。对于经验丰富的楚金霞来讲，这也不算个问题，只需买大块的材料就可以了，无非是比在工厂寻找边角料增加了一些成本而已。那这得3.0万，实际上全3.0，它不得3.0。楚丽文跟随母亲楚金霞学习铁画是自愿的选择，她一直对这门手艺有着浓厚的兴趣，而母亲年轻的时候正好相反，是在外公的威逼之下才开始学习铁画。当年楚金霞一心想考黄梅戏校，这不仅遭到父亲楚延庆的阻拦，还被强令跟在父亲身边学习他打小就厌恶的铁画。那时候都是豆蔻年华的时候，天天围个大围腰子，天天垂眉炭，鼻子也是黑的，脸上也是黑的，吐出来痰也是黑的，到处都是黑的，像铁匠鬼子样子。打下手干杂活，这一干就是3年。这3年，父女之间的感情降到了冰点。所以回家我妈讲：“哎呀，你看你把个小女孩子弄成什么样的。”他，你叫他学铁画就学呗，你不让他学就天天吹煤炭拉风枪，这在干什么铁画？就埋怨我父亲。我父亲说你懂什么？就这么弄。他是这样在磨练我的意志。铁画的制作工序非常繁琐，需要足够的耐心。确定画稿是第一步，
第二步则是对照画稿，将画面中的局部逐一制作出来。当一幅铁画的所有局部都做好以后，就可以进入第三步的焊接工序。各个局部将被组装起来，形成完整的图画。第四步是防锈处理，用酸性液体清洗干净，更利于防锈涂层附着在铁材料表面。根据铁画的内容和风格，选择一个恰当的画框，将其装裱起来，则是铁画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楚立文操作的点焊机是一种电气设备，将铁材料及正负两极的触点形成电流回路，此时电能转化成热能，铁材料被加热。点焊机都是自制的，比如脚踏板就来自于老式的缝纫机，用它来控制电路开关和触点的开合。点焊机发明于上个世纪70年代，是铁花制作工具的一次重要的技术革新。创作组的其他成员也在试做一些局部，包括一些面积较大的部分，用到了楚金霞和楚立文买回来的铁板。于是问题就出现了，由于点焊机触点之间的距离太近，无法加热大块面的铁材料。楚金霞知道了这个情况，他认为自己重操旧业的时候到了。其实在点焊机被发明和推广之前，加热铁材料用的都是红炉。楚金霞年轻的时候，艺人们全部都使用红炉来制作铁画。那个夏天呢，从早上就开始往炉子上，你不要干活了，就往那一站，那个温度熏得人喽，那你没办法，你离不开炉子，你只有这么干。点焊机有它的局限性，所以现在红炉并没有完全被淘汰。红炉的操作难度比点焊机大得多，对时间的把握是最难点。就像一句老话形容的那样，趁热打铁。这次要不是因为眉山水库，69岁的楚金霞也不会有机会再次使用红炉，更不要说身边的这些年轻人。想要打不对的，就把红炉留下来打，那是肯定，应该是正确的。那打的时候，慢慢贴着锅来搞点水。哎，就是说你慢慢玩懂了。玩懂了。当年楚金霞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跟随父亲学习铁画的，虽然一开始父亲没有亲自教他，但出于好奇，他经常向师兄们请教，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制作技巧。耳濡目染，楚金霞渐渐地喜欢上了这门手艺。这一切父亲都看在了眼里，父女之间的坚冰开始渐渐融化。1959年，为了向10周年国庆献礼，安徽省决定以淮河支流上的大型工程眉山水库为题材，制作一幅巨型铁画。那一次，芜湖铁画在北京引起了轰动，从此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楚金霞作为父亲的学徒，经历了整个创作过程。我们的天地，当时楚金霞
正值青春年华。也是在那时，铁画让父女之间的坚冰彻底融化了。那一段岁月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光。接下来要仔细地画出右下角松树的细节，这里是这幅作品的魅力所在。现在冠军问题就是秦六一排，秦六一排啊，冠军就这一棵树，这一棵树我们要按照它的运程，我就把它做出来。这是正平石要给，哎，要把它给出来。然后这个树皮的制作也是整个作品中难度最大的，尤其是主干树皮的制作极具挑战性。和做树相比，楚立文更擅长像浪花一类线条的锻打。不过这次他希望自己能有所突破。我想去尝试那个做树，可能达不到那个没有他们做的那个效果。楚立文提到的他们是指创作组的其他成员，尤其是指楚铁艺。楚铁艺是楚立文的师兄，也是他的表哥。20多年前，楚铁艺刚学铁画时的第一幅作品恰好就是松树。松是我比较想做的，因为我对松还是有一点感觉的，而且松在上面也是比较出彩的一块。这个应该是我比较想做的一块。由于树皮的制作难度很大，因此这部分内容让谁来做，楚金霞还没有确定。我的看法，眉山水库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有自然景观，还包括现代的建筑设施，几乎会用到铁画所有的制作手法。可以说它体现了芜湖铁画的最高水准。这个时候楚金霞意识到必须要到安徽省博物馆看看父亲的眉山水库原件了。从芜湖到合肥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家怀着朝圣的心情踏上了旅程。我现在这个铁画这个起点那么高一个，现在回头看看的。眉山水库并没有陈列在展厅，而是存放在库房里。进库房的时间被安排在下午，楚金霞来早了。他们决定先在馆里逛一逛。这些铁画作品大多创作于清代，由于铁在潮湿的环境中很容易被氧化锈蚀，这些年代久远的铁画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尤显珍贵。如今的防锈技术已经解决这一难题，铁画几乎可以被永久保存。在灯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出，画面中有一些局部已经远远凸显于画框之外，因此铁画不是对平面书画作品的简单临摹，它所特有立体感和厚度正是其创造性所在。时隔多年，眉山水库又一次横亘在楚金霞面前。没想到的是，它已经面目全非，很多局部都已斑驳甚至脱落。
创作组最关心的松树被斑斑锈迹和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细节尽失，而这些都难以掩饰这幅巨作高度的逼真以及气场的强大。这个是从哪儿上掉下来？父亲最伟大的作品《梅山水库》就这样静静地斜靠在库房昏暗的一角。楚金霞似乎看到了父亲疲惫的面容。父亲的心曾经是那么坚硬，时间又让这一切变得如此脆弱。这一切就近在咫尺，而这一切却早已远去。1974年，现代铁花创始人楚延庆去世。这次旅行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因为原版过于残缺，最重要的细节已经模糊不清，无法用来参考。接下来，楚金霞不可回避地要注入自己新的创造。像那个神山公园啊，或者哪地方，再去，要能采到一个表出来，一个表，似乎跟这个像一点表。一回到芜湖，楚金霞就走进工作间，她似乎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她不能让这个感觉溜走。她决定亲自试一试树皮的制作。换上工作服，拿起铁锤，楚金霞仿佛又焕发了青春，回到了过去的岁月。我在制作的时候，我可以说跟我父亲在对话。不管也是我梦里的愿望，今天这个梦在实现。这是楚延庆第一版梅山水库的照片。楚金霞新版梅山水库的创作要历时10个月，并将于2014年年底在新建成的芜湖市博物馆向公众展出。